新北市的万里蟹季迈入第十年，不过今年因为疫情啊，影响到渔民及当地店家的收入了。新北市政府就与电商平台还有59间餐饮业者来合作，民众现在啊不用到现场也能品尝到万里蟹的美味。市长，请开箱。秋天到来，也迎接品尝肥美万里蟹的季节。不过疫情依旧在警戒当中，如何在兼顾防疫的前提下为万里的渔民商家寻找商机，成为一大挑战。万里蟹这十年来第一次碰上疫情最严重的时刻，那要如何把这个万里蟹转个型，好好推销出去，让很多的老饕爱食啦，买得着，食会着。新北市政府就举办万里鲜蟹好时节，与59家餐饮业者合作，推出万里蟹的佳肴。另外，就算不出门，也同样能品尝到万里蟹的滋味。只要在家动动手指，就有宅配送到家，还能参与线上万里蟹福袋的活动。再来一摆，特别合某某咱的电商平台，来用行销的方式，咱有一种福袋，有鲜蟹宴，有很多的推销的方式，都透过某某电商平台来给咱的爱食万里蟹好朋友来做一个平台，让大家来买会着。即日起到11月28号，每周六日会在野柳的渔港举办假日活蟹市集，同时结合电商平台，线上线下双轨进行，要趁着产季抢商机。